我弟弟在教会里面呢，他很关心兄弟姐妹。OK， 他不单单去参加每周的敬拜，而且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还打算请假去台北贫困地区去做义工宣教，帮助更多可怜的孩子。然后呢，他在学校里面呢读书也是很用功，不单单是监督自己呢，要好好读书，啊，每天读到三更半夜。平时呢也会帮助同学们去复习功课，分享他的笔记。对，然后在课外活动上面呢，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参加这些活动，比如说Charity Run。OK， 他是一个很热心、很善良的孩子。在军部队里面的时候呢，我是非常为他感到骄傲的，因为他的军友们都很喜欢他。他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吃苦耐劳，没有任何抱怨的，所以他的军友们都以他为榜样。家人听到这个恶讯的时候是有什么心情上有什么反应？心动，确实心很多。毕竟我们是孩子，自己的孩子，突然接到这种事哦，我们是没办法接受。但是为了这个。服这个兵役也是我们做公民的责任。妈妈的部分是心情上平复的吗？因为知道说昨天还是有点激动啊。妈妈的心情还是非常悲痛的，所以在这方面，我非常恳请所有的记者不要去骚扰她，给她一些私人的空间。对，谢谢你们。这方面我们还在调查，对，所以调查不是我们在调查，对，他们在还在调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给任何 comments， OK。他一向都是以。国家在这个部队里面很感到很骄傲，他很乐意参与这个当兵的过程，每次都那个有什么节律啊，都又请我们去参加他的节律，啊，跟他一起拍照，完成他的毕业典礼，我们都玩得很开心。所以他是享受当兵的过程。他非常享受，而且以当兵为光荣的事情。你们自己团体的记忆是什么？最怀念的记忆是什么？最怀念。对于儿子的，就是最深切的那个回忆吧，是什么？跟他拌嘴。跟他拌嘴。哦，然后他会。叮咛我又照顾好他的妈妈，因为我出门在外啊，他平常都会有这种好像比较成熟，他跟他的妈妈感情很好，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分享，跟我是分享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以他为傲，是我的好孩子，他也是很孝顺父母亲的。学业咯，他的梦想读书咯，大学毕业啊，早以后去做一个工程师，为这个做一点贡献。而且在这之前呢，他其实在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再也就是不能成为新加坡公民了，成为他一份子了，对，是有点遗憾。那是他梦想啊，成为新加坡公民。他希望能够真正的成为新加坡的一份子，参与他的，参与就是国家的这些
army 的 services、啊、yes。这个东西，MINDEF 还是 COI 还是 police 啊，他们还在调查，所以我不能给任何 comments。嗯。情况是你们家庭中第一位会关心的，或是认真的吗？其实在这之前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都在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对。可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刘凯是真的希望能够真正成为新加坡的一份子，代表新加坡。嗯，身为一个姐姐，身为一个父亲，身为他的家属，我们都很因为他能够为国捐躯、为国牺牲感到非常光荣，所以我们是相信MINDEF、COI 还有警方 Police， 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交代。这个我们当时我最早来、嗯、最早来是以前这个我们不想，skip the question。我们是从小学一直读书到大学，到工作，到现在，一路来，真的是超过十多年了，所以我们非常喜欢新加坡。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说去申请新加坡公民，因为这边的治安很好、啊、我们有新的朋友，新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有自己的 church Truth Baptist Church， 我们有很好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一路来都在帮助我们，为此我们也想、啊、感谢、啊、我们的 counselor Roger and、这些Army 里面的 MINDEF 里面的这些、朋友们过来帮忙、而且这边还有医生 OK doctors stand by to help my mom OK we really appreciate this and、yeah。 所以现在主要是希望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发生的了。是的，是Yes, yes. My mom had thyroid cancer around. It's not in. It's around April or May. 她现在身体是在恢复当中。Okay, so 情绪不太稳定，因此我非常非常。恳请你们不用去骚扰他。其实网上是有流传一张照片的，相信是意外事故发生的现场照，你们有看过照片吗？根据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去听信网络上面写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会说或者官方的 MINDEF 他们主动写出来这些事情的话，你们才去相信。我希望包括我父亲也很希望啊，我们都很希望全国人民不要因为网络的一些说的一些话啊而去误会一些事情，给刘凯一个清清白白的。不要误会刘凯，好吗？请问，可以麻烦你帮我评一下 in English，how was Liu Kai like as a brother, as a student, as a son at home, perhaps in English? How was he? Liu Kai in school, in family, in national services. So,
New Kai actually grew up in church. Okay, it's Truth Baptist Church. So for him, right, he attend the Sunday services every week. And behalf of that, right, he actually take leave. He's going to take leave, going to Thailand to help those people, those children that are need help. Oka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in terms of living, as a charity, yes. So in terms of in school, he is very helpful. Yeah, he actually help his classmates. Okay, to revise all the studies. Okay, he also attended all the CCAs, such as charity runs. So, as a family members, we actually very very proud of him. He's very kind, cheerful, yes. And when his friends need help, he will encourage them to see things in a in a positive way. Yes. Yeah, it's mission trips, but he's going to take leave. Okay, it isn't like other kids that they taking leave just for holidays. He's going to take this leave, okay, going to Thailand, northern Thailand, okay, to help those kids that need help. Okay. So, how many mission trips? This one. Around few times. Is he very active in church? Yes, he's very active in church. He grew up in church in more than 10 years. Was there any other capacity that you served in the church? So usually does like mission trips and all that, right? He volunteered himself to serve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hurch services. So he's very active, and especially like helping the youngsters in their studies. Okay. He's planning to go there. Yes, he's planning to. 姐姐帮他找 passport. 那巴士包，他不在他那边吗？啊，就叫姐姐哦，帮他拿那个 passport 去找出来，他又去台北宣教，宣教了。没有跟我没有讲，跟他姐姐讲，叫他姐姐帮他找。他在殡仪里面，就是有打电话这样 ，WhatsApp 讲。问爸爸，就是儿子最后一句跟你说的话是什么？ 这句话有10多天没有跟他讲过话了，因为有这一段时间我就刚好去回中国，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这一段之间哦，我们都没有讲话了，最多是简讯，因为中国的线，因为新加坡的电话线好像不可以用，没有那个 WiFi 用不了，就没有怎么讲到。然后啊，他有一只。 跟他妈妈就是我回到酒店有叫做讲，就那个 WhatsApp 讲到话了，就这样短短的，一两句了。然后回来我们是赶回来，然后我们两个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这个一号生日，一个是3号，我们是没了没完礼物，已经准备跟三个孩子一起庆祝一下。结果3号我等刘凯回来。 3号是他姐姐的生日吗？结果3号他出这个意外，变成他姐姐的生日，变成他的忌日。3号是姐姐的生日，3号是我的生日。可是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原本在等我弟弟回来，就是变成我的生日，变成我弟弟的忌日。很不幸。非常不幸。所以我是相信国防部，然后 COI 警方会给我们一个交代。I
Like I mentioned previously, I couldn't comment anything until the report coming out. Okay, so before that, why not we just wait first? Yeah, so no comments first. But we still believe that they will give us a justice answer. 这个 no comments， 我们不能的，对。可以谈一下多一次，就是对你在你心目中的印象是孝顺的儿子，很孝顺。嗯。当。嗯。对你的印象是。他是为国牺牲。当一个姐姐，好像非常非常的。对，我弟弟在为国捐躯，他死的是为国捐躯，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媒体在宣传我弟弟的时候，不要就是有负面，包括就是随意的猜测。对，他从小就是。非常受欢迎，在学校很受欢迎，在朋友很受欢迎，在教会也很受欢迎，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要去推测他到底怎么样，还有包括我家里的一些私人的information， 包括职业是什么，很多都之前写错了，对，写错了，所以我们是是有些生气的，真的蛮生气的，就是我不希望你们胡乱报道。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父母在这边 OK 弄了这么大的记者会，是希望呢全国人民 OK Singapore citizens OK 希望你们来参加刘凯的会，参加明天的出兵。那刘凯呢看看这个最后一眼，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Regarding the a lot lah, including like occupation the jobs then we asking for some money. No. Okay.Okay, so I don't want you all to report in this way, okay. So in future onwards, right, if we need reporters, we will ask. Otherwise, please don't come, okay? 谈一下那个生日的部分，他有准备礼物给。生日的部分，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一路来都会想办法帮姐姐们庆祝，所以今年也不例外这样子啦，你是等着他回来庆祝。对，我们在等着他回来帮我庆祝生日。Yes， 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This one no comments, like gentlemen.爸爸是几号回来的？从说国语。1号。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没有。可是期间有发简讯，就是当时也是很少。他呢在垂宁，也没办法发什么简讯。我真的是多年没有见过面。I sincerely urge and hope all Singaporeans
could you please come and see my brother Liu Kai this week and also for tomorrow's cremation. Okay, so he actually sacrificed for his country, Singapore. So I strongly hope that I can see you all to come here.现在没打算，真的，等过了，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再来谈这个事情。对对，因为现在还在伤痛之中，也不要去谈这个，打算很以后的事情。谢谢你们关心。OK， 就这样。好。